是什么人啊？你是潮州人？你是什么人啊？你是福建人？你是什么人啊？你是广府人？你是什么人啊？你是潮州人？你是什么人啊？你是福建人？你是什么人啊？你是广府人？你是什么人啊？你是什么人？啊，嗨，大家好啊！没错。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教大家怎么讲这个方言，怎么讲这个潮州话的这个episode 2，这个第二堂课啊，没错。今天呢，我这个郑老师啊，我就要教这个大家怎么讲这个方言，怎么讲这个潮州话，潮州话啊，没有错。如果大家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 lesson one， 我的 first episode 的话，记得去看呢啊，因为我的这个 first episode 也是很好看的啊。因为呢，我将教这个大家讲这个方言，因为这个方言呢，越来越多年轻人呐、不会讲这个方言呐、因为呢，过去呢，这个政府呢不允许呢这个讲方言，这个电视机呢，然后呢，就越来越多人不会讲方言，导致到这个现在呢，方言快要绝种了。所以呢，我做那个 video 来教大家怎么讲方言呢，就是要拯救这个方言啊，不要让它这个消失掉，不要让它 extinct 啊。东京也让呢，如来如嘴。那个不要打这个潮州话，不要打这个福建话，因为呢，政府呢，真嘴你啊，真嘴你呢，这个电视机啊，未使打这个潮州话，未使打这个这个福建话，如来如嘴人啊，哎呀，不要打，这少年呢啊，真嘴人不要打所以呢，我来教人做你打这个潮州话所以我刚刚讲了电视机你有没有听到啊？因为我讲这个政府啊，因为就是电视机啊，他们不准讲这个华语，说政府呢就叫做政府啊，政府叫做 government， 英文叫 government 啊。然后呢，我刚提到说的这个因为电视机呢不准就是播放这个讲这个方言，电视机呢就叫做电视机啊，电视机英文叫做 TV，television，TV，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所以呢，我是教大家讲方言，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学，记得要去学，你一定爱去哦啊，你爱去哦啊，学就是哦啊 ，must learn already 啊 ，then you will know okay。So in the last episode when the video is about to finish， I told everybody, I teach everybody。T-shirt is called, you know, 衫 衣服。Then what about pants? Okay, what about pants? Pants, trousers, 裤子呢？裤子叫做什么呢？裤子就叫做 coat 啊。然后呢，底裤呢就叫做 内裤 underwear。You got wear underwear? 你有穿底裤吗？路线来考不穿的就是穿穿就是穿就是 wear 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呢You got how many t-shirt 你有几件衣服啊路鬼娘衫路鬼娘衫然后呢如果说他的衣服啊很多呢你有很多衣服啊 ，You got many T-shirt， 你有真多衫，你有真多衫啊，没错，OK， 很 interesting 对不对？是不是很有趣呢？所以呢，记得这个 video 去 share 给越多人越好啊，让大家都会学怎么讲这个方言，怎么讲这个潮州话，因为我呢。其实我跟父母亲呢都是讲潮州话的我从来不跟父母亲就是用这个华语来沟通或者用英文，我们都是讲这个方言，讲这个潮州的。然后呢，如果说他的衣服很少的话，就是什么呢？你的衣服很少，
那个沙口真旧，那个沙口真旧啊，真旧就是很少很少啊，就是 your callings very few, your callings very less， 然后呢，通常呢，对，如果现在的这个小孩子啊，小孩子叫做 no dear 啊 ，child children， 这小孩子呢，如果去那种奶奶那种家啦拜访啊。去奶奶的家拜访，you know, nowadays, the young children, if the parents have been the young children to the grandmother house, 然后呢，这个奶奶老一辈人呢，就跟那些小孩子呢，年轻人呢，甚至是年轻，不要说小孩子，连年轻人呢，讲这个潮州话，讲这个福建呢，他们都听不懂，听不懂的就是听不，听不，听不懂听不就是。Not listen really, not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That's why. 然后呢，通常如果说那个奶奶呢，她会问这个小孩呀，那鬼鬼啊，那鬼鬼啊，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What is your age? 你几岁呀？她会问她你几岁呀？那鬼鬼啊。然后通常那个小孩子呢，或者那个年轻人呢，就听不懂，他们就他们就一种 question mark， 因为他们听不懂听不懂然后呢，他们就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呢要怎么样呢？听不懂的话就要问啊，问啊就是问不要就爱问啊，不会的话不懂的话就要问If you don't know, you ask 问啊 ask。就是比较呢就爱问，不会呢就要问不会呢就要学比较就爱哦OK， 然后呢，通常那个如果说的小孩子呢是什么呢？到老一辈的呢，老一辈就会问读哪一间学校啊？学校呢就叫做Orgon就是 school 然后呢，这个想到这个学校学校呢叫做什么呢？学校就是要读书，读书就是英文就是说 study， 然后呢这个潮州话呢就叫做踏册踏册，然后呢有读书呢就有什么呢？有读书就有考试you got study means you got exam 所以读书就有考试，考试呢就是那个这个course exam， 然后呢在这个就是那我还要想一下什么呢那些小孩呀、小孩呢记得呢对那些对读书的小朋友记得对这个奶奶呢对这个奶奶呢还是对这个爸爸妈妈还是对这些长辈呢都一定要这个不是要有礼貌要有礼貌礼貌就是这个 courtesy 千万呢不要没大没小没大没小就是莫瓜莫水就是没有礼貌呢，所以呢就是的小孩啊记得要对这些长辈呢要有礼貌还有礼貌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让我想一下呢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呢？我想一下对了现在呢我要教这个大家的这个你要不要 do you want or not do you want or not 就叫做这个翻译就是 the I might 你要不要问到你问那个你要不要是 the I might 然后呢如果说你不要的话呢英文就是 no one然后呢潮州话呢有就呢就叫做买我买我不要我买
我不要 ，I no one， 我买这个买呢，跟这个华语字呢，买东西的买，听那个音听起来是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呢，所以呢，有时候呢，如果说呢，你当你这个方言啊，跟看这个华语的时候，有时会很乱的、啊，很乱的 因为如果你这个像你问他，像你要不要吗？然后就是他就讲说买，然后呢，其实呢，那个是讲说华语买，可是呢，那个是以为他是在讲翻译买啊，所以呢，千万的这个尽量的话，就是华语呢，有时不要跟这个柳州掺的，能掺一点的，但是不要掺，有时会误会啊，因为啊，有时呢，这个因为这个买跟这个买声音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而在你问呢，热爱买。然后买，其实你是说华语那个买，可是呢，那些听成以为翻译啊买，所以呢会误会了，所以这个要有时候会有点误会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啊？讲到买，我的说是哪个买呢？是华语的买，买东西的买 ，buy。那翻译就叫做 where 啊，乐爱 where 买，你要买吗 ？Do you want to buy？ 乐爱 where 买，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那我想一下呢，买东西啊 ，where 啊，然后呢，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什么呢？不要忘记带钱啊啊！你买米记挂路呀，你买米记挂路呀，Don't forget to bring money 啊！如果你没有带钱的话，一下你下楼的话，哎呀，钱包没有钱，要怎么买东西呢？所以不要忘记带钱啊，买米记挂路啊！对的 ，Don't forget to bring money。讲到那个皮包呢？皮包呢，翻译那个柳州呢就叫做挎包，挎包呢就是 wallet 啊 ，OK。然后呢，你去买东西了，买东西的时候呢，看你要买什么了啊，可你要买吃的东西，吃呢就叫做价，看大家，我看上一期好像我有只有讲了啊，吃东西是价了，可你买些吃的。然后呢，你买那个比如说你买鸡饭吧，鸡饭呢就叫做 chicken rice， 然后呢柳州就是龟本，然后鸡饭呢通常有什么呢？通常呢有那个龟呢，还有那个鸡啊，鸡肉呢龟板，鸡肉龟板啊 ，chicken meat， 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碗汤。叫几挖坑，叫几挖坑 ，one bowl of soup， one bowl of soup，soup， 然后呢，你叫一个这个鸡饭的时候呢，龟本有一碗汤，我几挖坑，然后如果说那个汤呢很烧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哇，这个坑精修啊，烧呢就是精修，很烧是精修。The soup 啊 ，very very hot 啊，精修啊。如果说呢，那个这个汤呢，没有烧，这个汤呢没有烧啊，the this soup 啊 ，is not hot 啦，这个坑啊，冷尿啊，这个、坑冷尿啊。就这个汤呢已经冷了，这个汤已经冷了 ，the soup 啊，is cold already， 这个坑冷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那我想一下，当你吃好的时候呢，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回家咯，回家就是 go home，go home 就是梗楚，还是梗来啊，蒙你晒啊，梗楚或者梗来，因为这个 hockey 呢。还有这个柳州呢，说法有点不一样呢。你可以说跟楚或者跟来啊、都可以的。然后呢，当你回家的时候呢，回家的时候呢，你会做什么？回家的时候你就你就要
拿那个这个锁匙啊，锁匙英文叫 key 啊，然后九九呢就叫做锁匙，锁匙。那你拿那个锁匙要做什么呢？拿那个锁匙当然是要开门呢、啊。You take the key is to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呢，这个开门呢就叫做开门啊，叫做开门，开门啊。OK， 然后呢，你回家的时候，你开门回家的时候啊，哇，你感觉很什么？你感觉很热，因为你刚回家嘛，很热。You just return home, and then you feel very very hot 啊。说呢，这个华语呢，这个华语呢，你觉得很热了，我觉得我很热，然后那个酒就叫什么呢？哇，精壮，很热呢就精壮，然后那个，如果说你没有感到热的话，因为呢，你这个家里呢有这个冷气啊，冷气有这个 aircon 啊，那个暑啊。那个暑热来啊，我这个冷气啊，冷气就是 aircon， 就是这个冷气啊，所以呢，你不觉得热，你反而觉得你很冷啊，你很冷啊。You got at home 啊， you got aircon， you feel very cold， you feel very cold， 你就觉得很冷，你反而不觉得你很冷呢、啊。那有就呢，就叫做我真寒啊，寒，我真寒，我很冷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有 aircon 的话，没关系啊，如果没有 aircon 的话，没有这个冷气，我这个冷气的话比较定啊，没关系，比较定 ，never mind， 因为你还是可以让自己舒服，去你去做什么呢？你去冲凉啊，你去冲凉 ，shower， 冲凉呢 ，shower 就是长液啊，或者长醉风雨赛，长液或者长醉风雨赛，长液或者长醉风雨赛，shower 冲凉，然后呢？你冲完凉之后，有点晚了，你要做什么？你今天很累啊，你就要睡觉的。睡觉呢，英文呢，这个叫做 sleep， 翻译的酒就叫做瘾啊。我爱喝瘾药 ，I want to go and sleep now。我现在要去睡觉，我就中爱喝瘾药，我就中爱喝瘾药，我现在要去睡觉。Now I want to go to sleep， 我就钟爱营养 ，OK，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没有时间呢？那我看一下呢。哇，这么快啊，剩下差不多两分钟多啊！我没有想到这时间过得这么快，哎呦，哇，时间过得很快，哎呀，很快呢，叫做什么呢？叫做精慢啊 ，very fast， 叫做精慢。我看到我跟你讲过，我录的离婚，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个精将啊，快要精慢啊，快呢就是慢啊 ，very fast。如果是 slow 的话，慢的话就叫什么呢？精忙啊，精将精忙啊，时间过得很慢啊 ，time is very slow 啊。这个精将啊，快要精忙啊，忙呢就是 slow， 就是很慢。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教大家的哦，其实很多。好了，不知道是基本的了 ，OK。比如说男的呢，男的叫做什么呢？男的就叫做 double 啊 ，man 就是做 double 啊。如果说也不是男的，是女的，女的就叫做什么呢？女的就叫做 double 啊 ，female， just now is male， now is female 啊 ，OK。如果说是一半一半的话，怎么办呢？因为有些是一半一半嘛。一半一半呢，一半男一半女 ，half half 好，no half boy half girl， half half， 知道一半一半，一男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大波一半杂波啊，一半一半OK，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哇，我又剩下30秒了，没有什么时间了，哎呦 ，OK， 然后呢，比如说呢，讲到这个人呐、这个人他很肥呀、他很肥的话叫什么呢？哇，一斤肥啊，一斤肥啊 ，he very very fat， 一斤肥啊。如果他很瘦的话叫什么呢 ？he very thin， 哇，一斤瘦，一斤瘦，瘦呢就是 thin 就是瘦，肥呢的话就是肥。哎呦，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了，我看到等到 lesson 3才继续的教大家的。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这个讲翻译，那记得要去学了，不要只是看而已哦，记得要去学。